喺半撞都冇揈过，就算系你见唔见到，佢冇 flick 噶 ，zero flick。好似咧，佢瞄住嗰度咧，就觉得个系统会自动帮佢瞄，咁有个 feel 系，你明我讲咩啊？哇！屌！哇！佢冇可能唔知道我 TP 过嚟咯，你明唔明？佢唔想射，即系佢嗰个系统。我啱见到佢咩？开始跟住一下海贼，信心。哇！跟哇！做咩啊？冇扮，冇扮嘢喎。佢唔系啊，佢较低个命中率啊，乱射，相佢低啲咯，要唔系太难中啦。删咗挂啦，已经。唔系啊，佢较低命中率啊，加拉翻低啲啊。太准会俾人咩噶嘛？俾系统察觉噶嘛？哇！打机都要开切，真系唉。打机开切。知苗就未必长期开住啊，但系我讲明，因为佢啱啱我见到停咗下，你知唔知？哇，系咁夹，系咁夹命中率，哇，顶你个肺！喂，好明显啦，屌！Oh my god！ 打我手先，咁乜嘢啦啦，佢咁射，你梗系射，梗系望瞄转左边准备射佢哋出嚟嗰啲位啊，得闲你射地下，加到30%左右啦，佢嘅系啊，哇，系啊 ，checking 啊，啲 checking。系咁 check， 系咁 check 啊 ！Oh my god！ 得闲教下，得闲又教下嘢先。有得扮啫嘛，扮下先啫嘛。冇 miss 过，一枪都冇 miss 过，系统帮你瞄晒，瞄晒。哇！你有乜可能咁样射死 Kaiser 啊？你真系瞄佢，瞄佢准备要行嗰个位噶啦，你点会直接系？哇！又插又插咩啊？插完未啫？佢自己拆到，可能佢而家差系8%命中率，8%拆到得翻4-5、30-40、30-40，跟住就停啦。正常30-40就已经唔系唔系正常，40-50啦，系啊40-50都差唔多啦，一半啦，一半。睇画面啦。哇，我唔知讲咩好。最后嗰度我差啲杀到佢，但系我冇用右键先啦，杀唔切佢，你睇下。基本上一打外挂咧，我就冇得打啦。我发现我已经系你同佢对第一下，你已经死咗。你唔系 Grandmaster 嗰啲咧，你我要玩夺命女，我要玩夺命女啊嘛！我夺命女有同你打，我 Soldier 冇得同你打，因为我 charge 能量秒唔到佢。应该玩夺命女啊嘛！唉 ，fuck， 用手臂摇先啱啊 ！Rush 话啱啊，但都。